能看见吧？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季秋，是不是看上去很般配？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般配两个字我已经听腻了。这是录像，不是视频通话。那我也得提前练习一下，以后跟所有人介绍你的时候就不用紧张了。也不至于所有人吧？怎么不至于啊？你男朋友长这样，多少人羡慕你还来不及。会炫耀吗？什么？没事，我教你啊。季秋带你做我女朋友了。干嘛？哎，大晚上的，小心别人投诉你扰民。行，那我小点声。季秋带你做我女朋友了。幼稚。我家小区要到了，那没吧？你确定这是你家？要不再去那边看看吧。今天这路怎么能短呢？那我走了。那你走吧。哎，季不到。嗯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什么？现在啊，那我走了。别依依不舍了，我知道你男朋友很赞，但是他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其实我是想说你头发乱。Sure.